民主党十多名成员星期三大年初五由金钟海富中心出发，游行到政府总部。民主党认为港府今年的财政盈余有望达到750亿港元，远超预期，促请港府改善施政，包括提供税务宽免措施，减轻中产人士的税务负担，包括增加各项经常性开支，纾解民困。未来面对嗰个嘅系即系经济嘅环境咧，大家都有目共睹，相信咧都系难关重重嘅时候咧，更加应该要尽量系能够藏富于民，亦都要善用公帑里边嘅有限资源咧，去令到我哋社会所关心嘅课题，包括咗我哋见到嘅系基层嘅医疗，我哋叫做系 primary health care， 呢啲系咪可以更大嘅拨款？去令到咧，我哋可以防患于未然，同埋我哋对于个房同土地嘅供应上面咧，亦都应该加大力度咧，去令到市民能够系可以安居乐业。民主党就财政预算案一共提出25项建议，希望政府能顺应民意，应对社会的需要。另外，新民主同盟的一批成员随后也到政府总部请愿，他们不满特首梁振英提出发展郊野公园来解决香港住房难的问题，认为单程证令人口增长过快才是住房难的所在。但系而家咧，逐年递升，去到2016年尾咧，已经735万啦。咁咧，当中好大嘅人口上升嘅原因咧，系嚟自单程证，因为香港嘅死亡率啦，同埋出生率咧，已经系差唔多噶啦。所以我哋认为要控制房屋嘅需求咧，必先要减少单程证，而系无需要咧系开发郊野公园。他们督促港府拿回单程证的审批权。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发自香港的报道。